把卡车推进水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首先，这个卡车自重非常的重，另外呢，这个卡车的下面还是卡车，一个卡车落着一个卡车。我们的推土机手再次进行尝试。这是要加速度吗？现在我们这辆卡车卡在下面的卡车上了。越到最后封堵的攻坚阶段，水的流速会越大，因为决口的宽度在不断的缩小，上游的水流积压呢，会使得救援抢险的速度变慢下来。现在我们的推土车再次进行尝试，它换了一个角度。哦，天哪！推土车的后面的轮胎都已经起来了，前面的重量非常大。过来一辆挖掘机，这个本身自重也更重一点，效果应该会好一些。
侧面也比较费劲儿。都40多吨了。这个卡车有40多吨吗？加上这个石块的话，您觉得大概有多少？总共就是40多吨。就是装满之后是40多吨。对，应该40多。但是装石头和装其他的东西，它的载重是不一样的呀。对。那石块本身也很沉。对。在抗洪抢险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出现了一些小波折。因为河道下面是好多辆卡车，所以现在最上的这一辆卡在上面了。刚刚呢，推车没有推动，现在调运了一台挖掘机过来。现在看起来状况也不容乐观。已经倾斜了。这辆挖掘机还要对下面这辆卡车做一些调整。挖掘机的挖斗真的是很厉害，卡车的钢板在它的面前都不堪一击。光脚的往西走，蒙着屁股后头。要不你把那屁股扒过来，扒到中西里边，能扒到南边一上一中。现在水文局测流速的一个小装备不由自主的已经被冲到下游了，还比较困难。现在呢是希望把这辆车做一个调整，能够向西堵到缺口的位置。
辆卡车倾覆下去的时候呢，是石块儿先掉下去的。这是我们推进去的第多少辆卡车了？这个我不带去。往那边倒车了，往那边倒车了。在这指挥战斗，这个是你们的这组机吗？啊，对，我们的。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来了两年了吧。两天。今天都三天三夜了。今天是第三天。啊。哦，好不容易啊，一直在这儿堵缺口。啊，对对。前面这边大概多长？前面到这吧，几十米，还有大概。你们来的时候这里是多少米呢？我们来的时候从那边刚才从那个桥底下下来一段路。所以现在已经往前推进了很多了。可是不然的，你开放道。这边反正你穿的不高。有多少辆卡车被推进去了？这个也不好说，嗯，有大概有四五十辆了吧，我感觉四五十辆了。啊，嗯，因为我们在这已经两天一夜了，我们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工作，还有另一半，今天已经下了十几辆。今天下了十几辆，对对 对，之前还有，对 对，一共是四五十辆。应大概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。哦，嗯，这个确实是抢险救援的速度大大的提高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。如果是我们战士肩扛手台的话，对对，这个沙袋，因为这个水流得太急，嗯，你看那边已经把那个护坡又冲坏了。前面他们修了一个护坡，对，他们前面已经往前面赶了有十几米嘛，嗯，现在等于这个护坡还可以，嗯，用这个沙袋挡住了，不，嗯，这个水的冲量小了。哦，但是越到最后，它这个对，决口的越窄，它其实水流是越快的。应该是是这个样子。嗯。今天应该是四天四夜了。哦，太不容易了，一直都没挂回去。一直在这儿都没回去吧？没有没有。太不容易了，一直都没挂回去。一直在这儿都没回去吧？没有没有，一直在这儿。这个你往但 是穿上迷彩服，穿上那个救生衣以后，就感觉真的像个兵了。我感觉到自己看到他们都挺感动。就是在这个战场的时候，他们的这份荣誉感可能更加的激发出来，尤其是抢救自己的故乡，对自己的家园，对，然后他这个地形地貌也比较熟悉，然后又有这种深切的情感，一缕乡愁，对对对对，反正当。